伊边暗中有人保护你，你过来找我。王总裁，点解你无信任上好？我家己的后生，我哪可能无信任你？重点是人伫咧讲，关心即乱啦。唉，虽然讲哦，同学也未真正原谅我啦，啊，不过伊这个囡仔属于乌白啊，要我多分别的。虽然是我出面去做生意。 阿姆哥伊嘛无可能目睭金金看到我真正有危险，所以你是烦恼，万一你真正拄着危险，上好你袂着去救你，到时别空，安尼就无了查出背后迄个总经理是啥啊？无毋对，啊这个计划拢破败才久啊，总袂用伫这个时阵啊，就安尼曝光去啦。所以我只好请你这个 friend 出马，嘛算是替我加挂一个保险。 这当然无问题。毕竟两个进闯的刘克群，这个场量惊死，这样影响不敢跳，加做一寡防备是有必要的。王总裁，今麦你甲上好在面，我在暗，以我这边出手斗相共，对方根本料想袂到。我绝对袂有刘克群，这么好吃亏。来。 就咱合作顺利，friend。小组长，黄山湖已经平安无代志啊，嘛顺利去参加党土典礼啊。做了真好，你辛苦啊。爸。 干爹，不好意思。你来，有什么代志要等我回去找我，搁得找公司找我。因为有一挂话，妈伫咧边啊，我唔敢讲。嗯，我了解。即马就咱两个人，有什么代志尽量讲袂要紧。爸，你是不是无介意？ 阿姐，你那向我来讲，是因为爸无在公司上班，还是恁妈搁讲啥？妈无讲啥，我嘛知影爸无在互我倒来公司上班是伫咧处罚我。啊，不过我总是感受袂到爸你对我的爱，我感觉你对刘千娜甚至搁较关心。 在你的心肝内，你是不是较希望刘千娜才是你的亲生查某囝？我知影我毋做毋对代志，啊，毋过过去刘千娜嘛有足侪无好的记录啊！伊毋若做过小三，伊甚至取我的位，伊上可恶的是搁欺骗爸你的感情呢！ 三做白白拢是做唔对代志，你对我就这尼啊严格，对伊就这尼啊宽容，佮予伊继续做副总，敢讲爸你就这尼啊讨厌我。爱将行为会这尼偏差，嘛是因为伊坎坷背景所造成的。佮再讲，伊唔知我佮曾华你之间有冤，甚至是我的身份，嘛不怪，伊也唔瞒我的关爱。爱者。 爸，信你，当初知影你的身世，我是一点失望。毕竟你之前做过很侪偏差的代志，我想任何人拢无法度接受的。我爱讲，爸绝对不是讨厌你。可真实嘞？当然是真实的啊！爱之深，则之切。 就因为你是我的查某囝，我会对你搁较严格。虽然讲即马你的观念真系偏差，你阿嬷爱互相大责任。我来讲，爸是希望你通行正道，莫因为过去错误，甲你一世人毁掉。爸，你敢真正袂放弃我？我相信。
世间上所有父母拢袂放弃家己囡仔，韩国爸甲咱边仔甲你斗三工，上重要的是你家己安怎想。阿姐，只要你有心悔改，你若是爸，还有本家的人，甚至爱你二十几年阿公，我想大家都愿意给你一遍机会。来，把菜切起来。阿姐，人生袂当定来，来当做就是把握当下，把过去创哦当作是假事。只要你会当转念，永远拢袂歹。未来路要安怎行，拢要看你家己啊。爸，多谢你，我一定努力改变，袂让爸失望的。就知影，妈甲刘克群之间绝对无这么单纯。若不是妈出门的理由太过奇怪，我嘛袂偷偷啊提出来发现这个秘密。妈，你哪会当一再做出对不起爸的代志？爸，我把我的位置传给你啊，请你即马过来一抓，我有最重要的代志要甲你讲。你把我当作是啥？无代无志，甲我叫来。你叫是讲哦，我规工隐隐无代志，等你个命令，听你母你个要求是嘛？我嘛是无办法，人才会找你。这么重要个代志，若是不甲你讲，恐惊你会搁较着急。你是要告诉我什么震撼教育啊？啊，爱讲搁发生什么代志啊？我伫个织田集团已经无权无势。而且嘛不止问，爱情我拖累，今仔我两个人规工样样伫咧厝内底无代志。之前拖来甲恁翁哦，无趁这个机会甲恁阿罗底，要等到啥物时阵？不要紧啦，等这个风火头过去了后，要袂，互你甲爱情继续食硬饭啊，让恁等去做代志。你莫甲安尼放过我好不？你敢真正甘愿看爱情？有宰人处置，我妈投资惠安新的钱，嘛已经入去你的落地内底啊。我拢叫点点哦，拢无甲别人讲。迄是因为我想要跟你斗相共。你是爱情的爸爸，我敢袂害你。要唔过你煞规工，敢若知影要替恁丈人卖命做代志，煞把家己的查某囝放咧不管。我也要开始做主啦，咱怎啊甲伊讲斗相共？而且阮丈人爸对我的过去清清楚楚，伊若是知影哦，我甲你也是甲爱情有接触，一定会对我提防，那么等于毁掉我伫迄面头前拍落的基础。你遮尼有才能。这么多年来，恁丈人的江山，也许是你斗相共爬落来。也毋过，你却连为家己争取的权利拢无。你安尼替恁丈人在卖命，到最后你是会当得到什么？毋但学较巧的，替家己做一寡。争取家己宽容的代志才对。你跟我斗三工，我会当对织田集团内底摕倒来属于咱的部分，而且我买当支援你。以后你就免处处听恁丈人的代志啊。
咱两个联合起来，有啥物人搁敢甲咱看轻啊？敢毋是？过去，咱处处有人摆布，即摆咱会当替咱家己做主啊，也会当做伙保护咱的查囝。我应该邀请做伙啦，无可能啊，乖乖你倒转。也毋过恁的婚姻是假的啊，伊嫁予刘克群，我嫁予木村健司，伊嫁是假的你，我嫁是真实的你。你会当去对坦白你真实的身份啊？过去的我已经死啊。今晚我是刘克群，伊阿妈姐也是刘克群。那你搁等下找我要从啊？你是因为怨恨阮妈，想要对伊报仇对无？你怨恨伊，是安怎要夺走你欠伊的身份？你怨恨伊，是安怎要拆散咱两个？所以你想要回来，摕回来你的身份，这回你应该爱有一切，敢是？你莫阁讲白贼了，我看会出来。健志，我一生当中上快乐的时间，就是当家己结婚的那段时间。你嘛是啊，对不？咱两个有无相爱？只有咱家己心内上清楚，所以踮遮，阮都要甲别人做伙，先去设计，害我老弟，拢是因为你的食醋，你的爱我，甲过去同款，遐尼爱我，对不？我今嘛爱人是有情啊。伊真是哦，我要牵手一世人的人。也毋过，牵手一世人的人，无一定就是你爱的人。你要当好人啊！也毋过，你要回头过来看我目睭，甲我讲，你爱的人是梁有清，你感觉？之间还阁有一个吵架呢，翁仔某关系随时拢会当结束。也毋过，既然做人爸母了，这个关系就永远袂改变。爱情的代志，我家己会想办法啦。阿哥，莫是要用一点来控制我？不管安怎，我甲爱情拢袂离开你。这就是拄则我讲的。做翁阿母，甲做爸母的关系无同款的所在。杨有清也因为家己的想法离开你，你若不相信，我即马就打电话给伊，互你听看卖啊，伊有啥物选择？唔准卡！唔准！你敢不知影，这么多年来，我逐天拢做想你。